在那个海滩上发生过多次了。我的那个，我现在又感觉有点困倦。刚才喝了几口，喝了一两口吧，喝了一点那个甜茶，从那个杯子里喝了一点甜茶。那个杯子里放在我，杯子是放在我的那个车里面的。我去那个卫生间，旅馆卫生间，然后去了一段时间。外面停着车，可能有人在我那个杯子里放了什么药，是我想睡觉的药。这种情况多次发生，在海边多次发生。